全球首创黑科技产品许愿神龙震撼发布，炫酷造型，多种功能，更有首席体验官牛俊峰微微倾情代言。圆梦模式，对他说出你的梦想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真希望我会功夫。离我朋友远一点。转运模式，好运时常有。哦，还得来两出。哇！购买首发版本，我们再送您专属隐藏功能——飞行模式。据悉，演员牛俊峰微微不仅作为首席体验官抢先体验了许愿神龙产品，还参与到产品语音包和同名电影配音工作中。今天有幸邀请到二位接受我们的专访。这个神龙呢，非常的与众不同，比什么天上的流星、地上的四叶草和掉落下来的睫毛都更准。相信我，我们可能得跳。其实大家都会发现长得就跟我很像，就是牛俊峰本人有一点点呆萌。你会喷火吗？丽娜就是个假小子，需要给大家呈现一种大家闺秀的外表，但其实她心里住了个小男孩。冲啊，打爆他们，打脸，打脸，我不敢自己。那个龙带着我飞，它音调会有很多的变化吧。练完一天以后，你的嗓子已经会干掉，最后再去找那个感觉，其实就蛮大挑战的。天台上那一场戏，真的需要幻想当下的感觉跟环境，那种小化学的反应，我觉得那个还是蛮难的。拉钩上吊100年。这里边呢有欢笑有泪水，非常适合一家老小大家一起观看。我强烈向大家推荐这部电影，你们就会看到最粉嫩、最可爱、最柔软、最呆萌的神龙。你心里想的没有本龙。